轨道。
刚刚听到第二个声音是什么？砰！奇怪，莫名其妙。掉！搞不懂。这样脚会酸呢、欸，不然下一次挑比较缓的路线好了。哎，不要再练这边了。这个绿线呢、啊，如果你这样直接靠右，这样一直拐过来的话，那个拐弯的地方是比较陡的。那如果不想要这么陡的话，你们可以直直走，走走走，然后走到最后一刻才右转，这样子从头到尾都很绿。
在干嘛？我在听你讲话，然后我一时不专心，我扣扣我就摔倒了。我是听你讲什么鬼啊？什么鬼？就是摔倒了，那个我的那个线还被我扯到，然后就掉了，然后你看你管子都掉了。我应该是撞，你看我应该是，你看我发生了什么事？看不出来，这里哦。对啊，就不知道怎么了，超级的，而且摔下来很硬哎、欸，可恶哎！我害的。因为我在听你讲话，然后我就不专心。就是右边那边比较陡啊，左边左边下再直走，再直角走右转就会比较不陡。听你讲话，然后我就嗯，走了。我想要靠左走。你说什么？就是沿着左边这条线啊，走走走，一直超过那六棵树才右转。哪有差？这样是比较不陡的走法。我想要走这边练啊。有个很缓的走法。等一下，你跟我走同一条路线。鞋子。就直直走，才右直角右转来这里。树在右转，它觉得比较平缓。哦，好啊。对啊，有一点点。那里颗粒比较多了。啊？我的大腿就夹不起来。嗯。就叫你不要夹，不是要把你夹起来才会平行啊。哦。放松也会平行啊。放松也会平行。我跟你说，当年我其实游泳不太会，可是后来我不是国中都有在，然后高中不是后来就没了，就是高中都没有游泳池了啦。什么？到高二还高三，只有他家对面开了，我觉得以前会去游长城，对，然后那一次是吧？就会游。我国中的时候都差不多，
会换到假换气，换到最后就还是缺氧，不行，然后缺氧就一定要站起来。可是后来我现在都用憋，所以我觉得滑雪，我要选择用憋。滑雪也是有一天我想要误，你现在比较苹果。没有啊，这里是很容易误到的雪场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可是因为这次已经滑第八天，我脚真的快不行。怎么会？你们有第四天后的超脱吗？没有，我完全就超脱嘞。我是昨天膝盖摔坏了，膝盖现在很痛。我现在练习，但是我的右脚肌肉还是没恢复，所以我现在也要挑反坡来练。所以我跟你。可以啊。我只要知道什么路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我只要知道方向就好，我是不知道方向。没有啊，就只是。在树之前右转，跟在树不是你要有一种求生本能，就是很害怕的时候知道哪边下比较简单，找缓，对，就是找缓的方向。可我怕回不了那个。不会啦，那么慢，站下来看一下就好，暂停下来看一下就好。你真的觉得滑下山哦？不要坐车下山啊？坐车下山也 OK 啊。坐车你到看到底多久吗？坐车应该只有八分钟还是四分钟吧，但是也不能太长啊。大概40分坐车下去就可以，这样还提早10分钟。下面那个地方滑下也都很粗，那个，而且早上那边是被太阳晒到黏黏的，最后一段，现在太阳已经不行了。所以你觉得会是？所以那一段只要有人被那个声音吓到，就会摔了。而且就会很痛，也很硬。刚我摔也蛮痛的、啊。这里没有咔咔声了，你只是被。我只是不专心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不专心也会摔倒，不专心也会摔倒，我觉得放空。对啊。还想回头看也会摔倒。好了，其他人都不见了，他们大概已经后面赶上一轮，没看到轮。怎样？之前你说你为什么要退掉？怎样？我觉得以后保险起见还是买前三卷、三卷，然后来看。不是九天，真的日子太多了，就挑一天 OK 的就好。他们挖洞大队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他们只是左右轮流而已。这也是一样制服的、啊。
你在这里看啊，嗯，那里好像有条线，看不到后面，对不对？那里比较陡，这里明明根本连线都没看到，对不对？嗯，这里比较缓。哦，然后这队人直角右转。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，直走一定比较陡，走远一点一定比较慢，比较缓。哦，所以这里直走下到那个人的地方再右转，从头到尾都很缓。那两个人的地方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下到那里再右转。直接下去就对了。对，那里的话就，哦，你就会觉得很恐怖，啊，这里的话就安全了。哦，好，对啊。OK。现在班班都自己坐缆车自己滑呢，他是孤独的滑雪家。
搞不清楚那广播是八方的还是这里的，有可能传那么远吧。
你说什么？录什么？这里啊、喔，下面其实蛮陡的、欸。那你要到缆车站那里才开始录。缆车那里会太远。缆车站才你才会都看得到我。就刚刚那一段你也要吗？要的话我也在缆车站等你，帮你录。还有 Barry 啊 ，Stanley 啊，班班啊，都可以录。
你们呢、啊、开始右转，快要看到缆车站的时候停下来，看到我的衣服的话挥挥手，然后我也挥手的话就开始帮你们录，再不然的话就无线电叫我一下。我看到 Barry 拿着 Insta 自己滑下去了，所以 Angie 要在上面等，他八成是想等下一波才上来拿给你。你就上去拿给 Angie 吧，然后你应该会再滑一趟嘛。你到了那个这里，一二三四五，反正你看得到这个缆车站的时候，你在那里停下来挥挥手，我会在这里录你们下来的样子，录影啊。OK， 好，上去，你上去。好啊。好了，休息啦，休息。
在这里，我在这里要帮啾啾录影，还要帮其他人录影。待会你在那里等挥手，然后我就会开始录你滑下来的样子。我是在这里汇合。好，了解。快了，赶快！哎，好像啾啾在嘞。那不是啾啾。啾啾是你旧定位了吗？挥手。你等我一下，我拿一下 iPhone。好像不错啊。没有啊，我刚刚跟 Berry 讲了， Berry 刚上去大概现在第四个柱子吧，他跟班班一起。那我还要再滑一趟吗？你要想录的话，你就再上去啊。我有四十分，现在刚好三十分而已。三十分而已，可以啊，再上去啊。还是你想我再帮你录一段？我不用了。我就看那一段，我刚刚滑没有什么遗憾。那你要看一下，不是，我是觉得应该是糊的，因为我觉得好远。哦，有可能，搞不好我刚录的也是糊的。你检查我的，你检。我觉得有点远。那糟了，我刚没有仔细看你到底有没有糊。我检查。这个老花眼。对啊，我只是糊的啊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哎呀，我。像我离开这么远的地方，人超小，我都不知道你要看什么。没有啦，没有糊啊，我觉得很清楚啊。但是我觉得你帮我拍的可能是。没有啦，我猜到对焦是准的啦。我先停下来，你要放回去吗？我觉得这么远，那个而且就那么一个人，他应该。太成功了。可以啊，你要再滑一趟，你就赶快坐上去。我觉得以我们的速度是来得及。绝对来得及啊，五分钟一轮嘛，你上去才三分钟。我在山上等你哦。他们应该两分钟到三分钟之后就到了啦。好，谢谢。
我看到 barrier， 等我看到我挥手，你就可以滑下来了。照样可以录啊，但是我只能录下面这一只，还是两只一起。有人吗？那个是他吗？那是他吗？你们现在收一收啊，我们等下坐上去再坐缆车下去喽。没有没有，要滑下去呢。我们坐缆车下去比较快。慢慢，你先走过来，先走过来。休息一下、啊。有啊。休息一下。就休息一下，不要催他，这样就好了。
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谢谢。好了，官方先来，官方跟我先上去了。慢慢来，那你会下缆车了吗？你会下缆车了吗？可以那样直直滑了吗？可以，很好。他在休息啊，他体力用完了。体力用完的话会很累，你知道吗？很累。来，我们先走。好、哦。你说什么？对啊，你要坐左边啊，你坐左边的话这样吱吱花我才不会挡到你，我在你右边你才看得到我在干嘛。以后你坐缆车也一样，就是你坐在左边会比较安全。来，走了走了。先上去把板子拖下来，等他们拖下来以后先去缆车站那里，就是那个大的有箱型缆车。他们都到了，上来了。水箱都是你寄的？对啊，都我买的。全身都是你寄的？对啊。你看这一根有没有弯？有吗？它有一点点弯，你看。那上次被我撞的有点弯了。有啊，我之前很一直跌倒啊，我一直练习练习才比较不会跌倒啊。几年学的？没有，我才学会三十几天而已，我总共才花了三十几天。你可以算算看你滑过几天啊，你要自己把它记下来你才记得有几天啊，不然你就之后一直滑你就搞不清楚。每年都有、欸、
好冷哦，变冷了，太阳下山了，变冷了。这里以前去年我跟啾啾来滑过一次，这里很难哦。对啊，然后今年雪太少了，这里不敢来这里滑。来去的时候这个是？对啊，你要是不知道的话，你滑路过这里，下面是河水，就会摔下去了。所以这里不敢来。这到底是什么生物的家？不知道。而且它很奇怪哦，两个一个，两个一个。你看这缆车很快吧，一下就到了。什么是不是不明生物？不明生物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生物。我不明白它是什么生物，就叫不明生物。啊？好，我们要去那边。缆车站在那里，你看能不能用一只脚一直踢，一直滑过去，狠狠的过去。好，直直下去。哟呼！好，哎。你等它慢下来以后才把脚放到地上，太快的话你的脚跟不上。我们要去这里。嗯。你要把板子拆下来，还是要这样子走过去？这样子走。你要拆下来吗？拆下来要拿好哦，要拿好哦，好，抓好，抓好，抓起来，抓起来。那有什么？对啊，上去啊，这一台啊，抓好啊，走了。好，都好了，那我们都过去吧。最后一下，体力不行了。对啊。哎咻！好。现在这里等，可能十分的时候我们就上车坐着等等。就不知道啊，因为这也是第一站啊。啊？这也是第一站啊，圆月回来的第一站。对啊。对。很累。对。你有两段，哎，你没有两段，因为您跟在你姐后面。
家中的那个是最新一代啊，但是那个都贵。啊，不过一台是北人，所以不能骂他。线不是一轮一轮编起来的吗？嗯，然后那一轮一轮编起来，我看的眼花、啊。哪里眼花？我现在觉得眼花。你在看左边那个眼花？就觉得看麻花看到眼花。眼花。好了，应该赶不上，就这样。4点对，现在5:40。他应该没那么好听，在那一直等。我本来就要下，后来看我姐他们就在前面了。哦，一定的、啊。在前面。对啊，而且我冲不快，没问题。所以，这次就只是那刷一下，不然应该很就是刚好赶上了。那没办法、啊。我看他人头晕哎、欸，脑震荡。可能有一点哦，那个真的我吓到，他重要度非常。基本上照我之前的经验啊，刷一次之后那一天就几乎都没有体力了。大摔吧。对啊。刷一下影响体力很多。像坐宇宙飞车这样，扑扑下去的感觉。像这种，这边应该线就是反过来的吧？还是正的？应该线反过来。就是你看缆车有经过山谷这样啊？我也经过。好，我可以看线了。我看 focus 都被定焦了，我刚。一突然一看定不了焦，就是最下面的那三个铁塔的线一定是从下面哦，因为线被撑的话它是往上勾，所以它要在下面，线要走下面把它顶住、嗯嗯、这三个铁塔应该都是绕下面、嗯、有没有要下的故意下的好慢一样快啊！怎样？没差、啊，慢慢的走楼梯下来，就看到一台车就过来，在那里等，就上去坐着等。你确定有20分钟吗？没有骗我。不然要怎么办？因为你有一次看错车速记录，我们多等了半小时。但是这个好像没有分时段啊，日期啊，眼睛正看着我们的车开走，应该快要看到他了吧？这一次吧。看我的车，那不是你的车，我的车，啊，车来了，还是车走了？哪里啊？我看到巴士啊，巴士。啊，你都有看到我呀？一台走了，另外一台会不会是20分的吗？你只要跟我说，你保证你没有看错。我觉得没有看错啊，那个根本没有，而且早上也是看一样的那个来的，来的一样，回去的一样。一台走了。
台是台船。对啊，这台应该就是二十分那个啦。应该是啦。还是这个就是要开早的那一台。对啊，就怕你看错时间啊。哎、欸，四点好像有点烦。怎么啦？你讲话很反复。我没有反复啊，因为我们有人还要上去啊，滑下来，坐最后一趟，滑下来。你是说这个缆车吗？哇，现在超雪泥的吧？跟早上一样。咖啡色的。跟颜色跟早上一样。喷喷也停了，因为也要休息啦，明天再喷就好了。嗯，不知道喷它有没有用。切切切切，你放屁啊？我没有。切切切，我的车车不要跑。就多花点个大傻。觉得冷啊，站着等。至少这里不是大风雪，这样就站在那里等就对。对啊。啊。太小。在前面啊，他先去站牌那里了。跑啦，他很准时啊。亲眼看到他跑掉了。对啊，拍水。二十分钟后就有了。15分钟后就有了。来啦来啦，上来了啦，
上车坐着等啊。啊，三号还是四号还是七号，在这啊。哎，这是，这不是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，这 HV 耶。这是 HV 呢，这要钱的。三号、四号、七号啊！啊，你看就在那嘛。七号。对，七号。对啊。第一下，全三卷。哎，来了。不是吧？那是几号？不是七号。别的。哎，他们在干嘛？他为什么过来？不知道。他们这是往梅池的。HV 三。都是烟味。好，我可以关了。我包两包。